快忙了。俺忙了。这今天又拉回来了这一批鸭蛋，拉回来现在都不敢听事儿。好多人都说鸭蛋不新鲜，实际不是不新鲜，俺都是拉了它从鸭棚里当天拾出来的鸭蛋。主要是现在天气挺热了，这刚回来都赶紧搭把手给这鸭蛋赶紧腌上。我看有朋友说就是不恢复信息了，然后说不佩服了，这了那了，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的。大家就是讲的都是一个诚信，因为你像俺一天都外头送快递的，送快递就当天我咋可能抠出手机去？我不抠手机，我还记当天装钱，我抠手机更不敢抠了。都是所以说都是晚上回来吃过饭，然后我躺床上统一给大家佩服，只要是鸭蛋有任何问题的，裂了，然后还有大家说的那种蜂窝状的，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大家佩服的。你说一个，咱佩服一个；你说俩，佩服你俩。从来没有说，你给我一发说，我有俩鸭蛋烂了，我说我不佩服你，应该没有这种情况吧？我他要说的比较婉转，我都说那些没有佩服的人，把你的截图拿出来，看我是咋回复了，都说这个不属于俺的责任的。我跟你说，早是俺俩回复了，你倒说烂了，我不管是咋烂了，我都直接赔钱。对，不管是裂个小口了或者咋了，只要你跟我说，我都会给钱退给你。还有个说味道不好了，咱也直接赔钱了，也没有说我不佩服了这一说，我不知道是咋想的，都也希望那些都收到佩服的朋友们，啊，都是站出来替俺说说话，别别，咱家这个鸭蛋，老客户比较多，一天吃了，然后都知道咱们这个规矩，售后绝对没有问题。这个鸭蛋，鸭里边漏了这个鸭肉，这棚鸭。咱拉就它这棚啊。你没看他的那个鸭蛋大小大小不匀是吧？大大小小。我来建议，咱下一次在一个腌上下一批还是改价了。换一下不是？换一下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都是说有的朋友说的，就是整出来是蜂窝状的。哎呀，这个问题真是去年也是因为，鸭蛋好多朋友说着有蜂窝状了，所以才停了。嗯。应该就是天气天热的原因。路上。对，路上这个确实，你看，因为这个鸭蛋蜂窝状的问题，又装空调了，又能这个能那的，你现在我俺拿回来鸭蛋，它不敢停，都是当天。拉当天的，当天拿回来洗一洗，当天腌上，不敢停。嗯。现在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天气太热。路上，因为咱发了是还是生了，它路上摇摇晃晃，再跟那个像那个中通快递，咱那个大车厢，嗯，闷着里头，它也不通风啥的。对，咱就是要不，咱回来去找找那种有没有纯青皮的鸭蛋。而且我就是咱在找找看看。要不得都或者要是再去弄鸭蛋的话，咱只拿鸭皮青皮来吃吃，青皮的厚。就要不下一回换鸭蛋。换完试试呗。不中，这两天我去找找。去找找呗，看看有没有。最主要一个大的，大点的叫做均匀点的。嗯。咱这两皮确实大小不均匀。这鸭子老了，刚俺爸不是说，鸭子老了，一到后期，它肯定大的大，小的小。去看看，找找下家。我这两天去找找。反正我听人家说啊，就是纯青的比这就是杂皮蛋皮儿要厚。那价格也贵啊。价格贵，价格也贵，贵几毛钱嘞。那咱要不都换换试试，看咱不是成本。先不说成本，咱反正是换换试试呗。几缸，然后这是洗的时候那种裂的，可剪出来，专门用个筐给它腌上。到时候烤火吃，家人都好吃火。